好，为了有效的进行消毒，玉林妈祖宫以及协天宫就各自捐赠了消毒的设备。其中这台泡雾机呢，全花莲就只有这一台。那么让消毒的规模是更全面，也更加快速。从泡雾机可以均匀将消毒药水喷洒在空气之中，强大的风力吹送效率超高，这是玉里清洁队最新的消毒机具。玉里妈祖宫21号上午办理了捐赠仪式。希望我们环评所能借由这台机器，能让他们事倍功半哈，为我们的证明进行这个清消的动作哈，也保障我们证明的健康。他们主动捐赠这台机器消毒设备呢，对于我们的清洁队员的辛劳好的慰问，我相信有其最大的助益。不只是妈祖宫捐赠的这台泡雾机，协天宫也捐赠了一台农用的喷雾机，清洁队更是自行设计一台水雾车，这三台放在一起就像是玉里镇披上了一个披风，手持盾牌以及利刃对抗新冠肺炎。三个利器结合，就好像我们玉里镇是一个战士，披上了一个披风，然后手持一个盾牌，然后再手持一个利刃，我们对抗我们的新冠肺炎。为了有效地进行消毒，玉里清洁队每天是从早到晚都在消毒。玉里妈祖宫以及协天宫就各自捐赠了消毒机具，其中这台泡雾机全花莲就只有这台，让消毒的规模更全面也更快速。一台泡雾机可以抵上10名的喷洒工人，让消毒作业更加有效率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